以前的时候是肤色暗沉，然后松弛，就是两颊的地方几乎都是凹陷的。但是我发现我出去化妆很漂亮，可是我只要回到家，晚上把妆卸下来以后，我的心情就非常的不好，我就会觉得说我怎么落差这么大这样子。差不多一个多月，我就会感觉我的皮肤清洁度啊，还有保湿度都有提升。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我就跟朋友出去，他们都会说我变漂亮了。最喜欢的是9号，9号就是可以把我的脸 hold 住，紧实度啊，还有包含眼袋的地方都有改善。就我再也不会觉得说我的出门前跟回家后卸完妆是两个人。现在在外面啊，人家都会夸奖你说哇，你皮肤真好。